7月20号是乜嘢大日子啊？是书展开锣，亦都是写真展的爆发日啊！嘿，不过啦，贸发局在去年开始，全部靓模都唔准佢哋入去书展度啊。咁结果啦，呢一班靓模想搞签名会啊，想搞乜嘢对对碰都只能够喺场外面搞。之但系阿詹娜何佩瑜啦，佢就好串嘴咁话啦，欢迎摆个擂台阵过嚟，同一班 model 斗斗切切磋咁话，打打照石之，总之数落一班靓模，佢惊都未惊过啊。而同阿詹娜同门嘅 Heidi 余晓彤被誉为湿身徐子淇噶，咁虽然佢同样都系冇申请入去会展噶，咁只不过最近佢打算啊八紧边个会搞签名会，咁啊带埋本写真过去踩踩场。而其余嘅靓模都冚唪唥打定输数，谂住自己入唔到书展噶啦。咁其实入唔到书展都唔系咁大不了嘅，虽然个销量系会低咗啲，咁但系起码都遵守规矩啊嘛。